寻找罗力威留学篇。罗力威去纽西兰读书的原因，以前小时候有去过那个地，即是有去过纽西兰旅行，也有亲戚在那边，我之前去过旅行就很喜欢这个地方，那时候去旅行还，那时候去暑假嘛，去两个月，有一个月，有一个月直情是插班读一个月书的，在当地的学校，那时候 feel 过觉得正，即咁就家 姐就去咗先，咁我就话不如我都去啦，我唔喺香港。你自己要求咁早就去嘅，系啊系啊。走到咁远，罗力威有冇唔舍得啲朋友仔咧？我又几舍得噶，因为唔知咧嗰阵时觉得大家朋友，觉得朋友就系、是、唔知咧咩肝胆相照，几时见翻面啊都系 friend 啊嘛，但系而家发觉原来唔系，真系见少就嚟争啲啊争啲。纽西兰的生活，一开头都有啲唔适应嘅，但系所有嘅条件啊、天气啊、环境啊、屋啊、嘢食啊，即系都好中意。嗯，嗰阵时家姐喺咪嗰度噶？嗰阵时家姐喺。你啱啱去嘅时候，咁佢几时走咧？即系你去咗几耐之后佢走？两年、三年佢就读完咁啊，翻翻香港咁啊，继续读。咁就得你一个喺嗰度啦。嗯。罗力威嘅纽西兰作息。一日嘅作息就系、是，有好多种唔同嘅时期嘅，等我谂下用边段时期代表。喂喂，是哪一期得佢？唔使谂到咁深入噶，讲一日嘅生活啫嘛。好，一日嘅生活就系、是，其实都系一擘大眼就即系感谢有咁好嘅天气啦。咁就又唔使细致得咁紧要，即系起身之后就。我中意好感性啊！呢啲即系。就会去一起身上堂就会渴望 lunch 买啲咩食。你经常喺学校食？系啊系啊系啊。喺、啊啊学校食，因为嗰度冇出去食嘅习惯嘅。好肥喎、啊！嗰啲地方卖嗰啲嘢食。哇，好中意食啊！但你唔会肥咯。系咯、啊。因为唔好意思啊，波。唔紧要。罗力威嘅纽西兰膳食通常会食，即系鬼仔。食嘅嘢，佢哋食嘅嘢就系我最中意食嘅嘢，因为喺嗰度嘅，哇，每日消耗嘅体力太大啦，成日都要打波，冇计啊！打咩波？即系佢哋又会踢波啊，又会打碌。你又系乜都会参与嘅，即系会去撞嚟撞去，但系又自己其实都唔系好撞得噶，唔系好撞得咁就。喂喂，玩 rugby？ 而家个人未碎都系好彩啊！喂，你讲下少啫嘛，讲笑嘅啫。所以都是踢球那些咯。罗力威放学有什么做呢？通常放学就是看看约不约到 friend 的朋友，即是看哪些是有揸车的，就会就会黐车，是啊，可能去玩跟住车回家。有什么玩的？其实真没什么玩，譬如在家里咯，去人家家，去人家家吃个批咯，跟住但是个花园又是望住个海啊！哦，真系好好嘅环境，咁、大家倾下、气下、嗲下咁样。咁去边个屋企食批多啲？食批就去鬼仔屋企食。即系约佢话：喂，我咁去屋企食批啊！系咁样。食饭就去亚洲 friend。即系睇下嗰日想食乜咯，咁咪约边个咯。五月车在台湾带我们去淡水。吃的食物都很好美，我不会忘记你的好，你的美和阿洛哥的幽默，除了谢谢还能说什么？谢谢你，谢谢你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满天星星的夜里，请记得这首歌，有我在你左右，爱的鼓励，这里开始。在香港的确很受欢迎，
些还能说什么。谢谢你，谢谢你陪伴我成长的心，不管我们多么像个孩子，你总会提醒。谢谢你，谢谢你满天星星的夜里，请记得这首歌有我在你左右，爱的鼓励这里开始。还有很多话想说，谢谢你们每一个入神啦、啊！呢首歌叫咩名啊？谢谢你，都系威威作嘅。佢唔系同我哋讲噶。佢曾经有私底下同我讲，呢首歌应该系作俾我嘅。真噶？真系？佢真系有咁讲过噶？真系？我想即刻俾个 message 你睇啊！唔使唔使唔使，我信你咁激动系嘛？唔系咁，佢怪啊，佢客气啫，客气啫。谢谢你啊嘛。系、啊，都系佢自己作品嚟嘅，佢真系作歌好劲。嗱，头先咧，我听到咧，其实我咧好笑，我咧今集系好好笑。我哋头先两个一路听一路笑。好中意噶，你喊 Rabbi 啊，系啊系啊，你讲笑噶咋，讲笑啫。系啊，等你砸低我。佢中意啊，佢中意人哋嗰度食挞啊咁嗰啲。系啊，食批食批食批。食批咁样，跟住之后话食饭去啲 friend 度咁样。嗱，留意一下啦，今集咧竟然去到第六次嘅即系寻找罗力威啦。咁我哋将会咧，即系我谂仲有两三个礼拜时间咧，大家继续去寻找。唔知有冇咁耐嘅？唔知有冇咁耐啦。我哋长啲嘛，咁咪短啲咯。寻找下，未知噶。咁如果大家同我哋一齐去寻找罗力威嘅话咧，即系了解佢多啲啦。咁啊，希望即系透过今次环节，大家都认识威威深少少，等大家唔好再有佢嗰啲即系咁负面啊，嗰啲新闻成日出现啦吓。喂，转头翻嚟，我哋好男好女今日嘅题目都要分享一下吓，都好似麻麻地嘅嘢，麻麻地嘢，负面嘢，负面嘢都。转头倾下。咁。